档哦，非常的简单啦、啊，其实就一二哦，就两行啦、啊，好、哦、OK 啊，主要是这个 open 哈、哦，把那个 open 的指令啊，哈、哦，后面加上它的路径，加上它的模式哈、哦，其实会产生一个物件，这个物件的话就是档案物件，它会在档案物件里面的话有个 read，realize 就读一行啦、啊，如果你有很多行的 realize。好啊，如果你用 readline 的话，哈，读回来会是一个字串。可是 readline 加 s 的话，哈，因为它读回来会有很多行，那很多行的话，回来就不是一个字串了，回来的话就是一个串列哦。也就是它读一行就帮你放在一个位置，下一行的话会放在下一个位置的一个串列，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哈。那因为读回来东西是一个字串，所以我要做切割。但问题你切割完之后，刚刚那个问题可能发生，就是你读完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是一个里面呢帮你放的哈、哦，那会是一个一个的文字，所以如果要转换的话该怎么做了？其实转换的方式哈、哦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其实最简单的哈、哦，我把它执行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，假设我要先把这个改，其实啊，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要改哈、哦，你不能说你一次全部哦，特别注意。因为如果你用 string 转的话，它只能够转一个，但是串列里面很多个，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方法。那怎么办？不是，应该不是用应该是 evil 才对哦 ，evil 刮胡，把这个里面呢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，但是你现在转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它会出现 type error， 他跟你讲说哦，你这个 evil 哈、哦、的这个参数呢，只能够一个哦。One 哦 ，must be string， 就一个字串哦，哦啊，你不能放其他的东西哦，什么 bytes or call object 这都不行哦，他只把它当 bytes 或者是把它当那个一个 call object， 所以这个地方会产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哈，如果你要转换的话呢，记得哦，你要一个一个转，你不能这样转，啊，一个一个怎么转哦？比如说你要一个一个转的话，那你就要先抓什么？抓第一个，那第一个的话呢，编号从零开始。等于什么呢？哎，后面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把这个等于这个，那前面呢再加一个 evil， 就是呢把后面的资料怎么样，先转完之后呢再丢回去，存回原来的位置就对了。哎，转完之后丢回去哦，有没有？那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哈，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？第一个有没有改变了？有没有85？这个时候的话哈。这个已经 变成什么？变成这个数字了，可是后面的都没有变啊，那怎么办？你想说，那我下一个不是再来怎么样换下一个吗？啊，下一个哦，难不成再复制一个吧？这边把它改一嘛，这边把它改一，那执行的话变成这个也改了，有没有？那下一个怎么办呢？那改二、改三、改四、改五，哎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以后的那个长度不一定是固定几个嘛，所以啊、哦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。那你可以用什么方法？你可以用一个回圈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接下来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for 回圈 ，for i in range， 这个前面有写过嘛哈、哦。那 range 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这个串列的长度，串列从0开始到。哪一个停下来呢？哎，对 ，len l e n 有没有？它里面的总长度，所以我把 list 一哈丢过来给它。那当然了，这里面我记得好像11个吧，所以呢0到11，所以刚好10停下来，刚好0到10有没有？所以哦，其实你用0到 l e n 它的本整长度哈、哦、冒号 enter 一下，那里面的话呢，你就放什么了？其实哦。你就把刚刚这个叙述有没有转完之后放回去哈、哦，把这个零改成什么？改成 i 就好了，有没有？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先帮你转第一个零嘛，第二个一，第三、第四，一直到 len 的前一个，就是这一个，那不就全转完了哦？所以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哦，就这两行啊，非常非常的关键。所以以后哦，如果你经过那个 split 之后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先转成数字再 print 试一下哈、哦，执行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全部都转成数字了吧 ？OK 哈、哦，那转完之后的话呢哈、哦，再来如果我想要算什么，
算他总共有几个人啊，乘积总分跟平均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最高最低的话，那我可以拿刚刚的这个程式的哪个部分呢？其实应该是这个了，有没有？共有几个学生，然后他的总分，他的平均，有没有？把它复制一下，贴到这个程式底下就可以了。但是哈、哦，有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，哪个地方呢？因为我原来是叫 score 嘛，可是这边叫 list 一，干脆这边把它改一下，这个把它复制好，那把它改成叫 score 好了，这个叫 score。但你可以用取代的哈、哦，有没有？也就是哈、哦，把 list 一改成 score， 这样基本上的话呢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来试一下啊，执行看看，理论上应该就已经 OK 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刚刚是一个一个输入嘛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是直接从档案读进来，直接就到 SCO 里面去了哦，就不用一个个输入哦。好，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把它 run 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得到的结果？哦，把它放大一下，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，总共呢几个学生，有没有？共有。在这里11个学生，没错、哦、应该是11个。那总分的话呢，他就是把这个读进来的这个 ENG 里面的所有成绩把它做一个加总。然后平均的话呢就是 71.73、哦、总最高分最低分，这样 OK 了、哦、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、哦、应该 OK 吧、哦、只是说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，程式真的不多啦。但是哦，最关键的地方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关键的地方哦，就是这一个，如何把所有的串列里面的文字转换为数字，就这个地方。转完之后的话呢，那里面的话你后续哦就可以直接算它里面几个用 LEN 嘛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总分的话就sum，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数字。但如果你刚刚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，你要去用 sum 的话，这一行应该会错误啦，因为 sum 的话里面一定要是放这个数字，你如果放文字它会卡住，会坏掉。OK 哈、哦，然后底下的话，那大概是这个地方啊、哦。当然你想说，老师，那如果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转的话哈。我把它 Ctrl 加 1，Ctrl 1哈、哦。如果你这样没转的话，执行应该会卡在这一行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，他跟你讲执行错在这里，有没有？他跟你讲说 Type Error， 有没有？他没有支援说把那个 String 做加总啊。哦 ，OK，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会卡在这个地方。那怎么办？还是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这样做了。那还是要回到这里 ，OK 啊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就是第一个哈，一定要把切割哈，所以特别是哦，你经过 split 之后的结果一定都是文字 ，split 是文字函数哦，字串函数哦 ，OK 哦，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啊这个部分呢，这一段程式云端上也有放，我好像是放在这里，我有特别把它标注一下，在第4页的地方。OK， 好、哦，那这个如果做完之后的话，后面哈、哦、我们还会再多做一个练习的哈、哦。什么练习？读取那个哈、哦、会员资料，好、哦，然后做一些事情哦。所以哦，待会哦再进一步哦读取一个档案进来。我们刚刚只有读一行嘛，那等一下的话你会读非常多行，总共50个会员哦。那画面呢，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。